好吃的，而且不是很油，我就决定在这家做了。今天是6月20号，然后我刚刚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就刷到好多人去摘草莓了，我查了一下好像离我们家也不是特别远，开过去大概半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就临时决定去摘个草莓。我们这回打算去一个叫 Swan's Farm 的草莓园。我们现在在路上呢，就在听生动广播，非常非常推荐这个播客的频道，有很多关于科技的一些新闻讨论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很棒很棒的一个频道。和你们分享一下直男涂防晒。你脸不涂吗？对，不是有这个吗？好吧，你走吧。今天这个天气感觉回到了加州。Hi. Thank you. Yep. Have you just moved those plants? Because they're pretty tall. There are a lot of berries hidden in there. 门口会给你这样子一个纸盒子，让你去装草莓。一排一排的都是草莓田。走在这个小田的中间，你都可以闻到草莓那种甜甜酸酸的感觉。哎，哦，隐藏的小草莓们。需要把这些叶子都给剥开，然后寻找草莓。哦，这颗很棒。有一些草莓还特别年轻，还没有长熟。噔噔，这个就是我们摘的草莓了。摘草莓有没有比摘樱桃累很多？对，因为你要一直蹲着去采摘草莓，对我的腰是一个极限的考验。So you guys picked 6 pounds. 好吃吗？嗯，但是它这个比较软。哦，是很熟的草莓了。对。嗯。自己摘的草莓就是特别不禁放，刚回家这草莓已经开始发软了。刚买的这个玻璃杯，感受一下它的大小，这个容量真的是太方便了，就东西完全不会溅出来。这个是 Trader Joe's 买的葱油饼。今天要拓着吃早饭。我感觉这葱油饼比昨天好吃，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因为今天走心了呀。哇，好好吃哦！我本来想加 cheese 的，拍着拍着忘记了。葱油饼的特写，它其实是有好几层的，挺好吃的，而且不是很油。哇塞，这个刘海是我自己拿剪刀剪的，所以就，我这样子看也太像小男生了吧？哎，你问问大家要不要挑战一下我帮你剪刘海吗？剪残了的话就剪残了的话，你就要出钱让我植发。接下来呢，我是要做我的整骨医生给我布置的瑜伽球作业，然后再接下来就是骑车。你们有听这首吗？好好听，真的好好听。
cross my heart and hope to die. No longer the reason why I can feel those butterflies when I go to sleep at night. I finally know the reason why, yeah. I'm never really satisfied, yeah. Waking up a paradise, yeah. Without you by my side. Imagine I walk through your doorway. Imagine skipping all the foreplay. Imagine all the stars in one place. Cause you really make me wanna fly. Cross my heart and hope to die. 我在一个诊所，对，我又是在一个诊所，这回呢是在牙医诊所。我刚做完我的牙齿 scan， 当当，我要来弄 Invisalign 了。我大概是上个礼拜来咨询，然后咨询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医生还挺好的，我就决定在这家做了。等那个牙套的时间是6个礼拜，然后我下次是预约了8月4号，也就是说8月4号我要开始戴牙套了。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牙齿。看到了吗？就是我下面的门牙，它是往里面凹的，然后我上面的门牙呢，也是有一点点爆出来的。这个是我在 Trader Joe 买的披萨面团，现在的话要把它做成一个热狗包。把它给分成4块。再室温下醒半个小时就好了，确认一下它不会回缩。同样是 Trader Joe's 买的香肠。把它简单的包进来，接下来呢就是像这样子分段切开来，但是底部的话就不要切断掉。就像卷麻花一样，把它给卷开来就好了。吃起来就披萨味道很重，要掏。好吃，是应该当成披萨来吃，而不是当成面包来吃。
这应该再好好学一下。我这样会给你造成心理压力吗？不会。那就奶泡不够多，不咋好看呢，长得有点丑哈。干一下，干，你知道干一下是什么意思吗？不干不干，好好喝，不错，非常好吃。嗯，这种圆白菜应该会做出来比较好看一点。这种颜色一看就很健康啊，夏天的桃子真是太好吃了，里面又多汁又鲜甜，特别好吃。我现在下来骑车，然后突然发现今天好粉好粉，这个肉粉色的裤子是 Lululemon 的 Align 25，我觉得真的很好穿，而且这口袋非常非常的方便，疯狂安利给你们。看一下你敷的这个汗。我的汗就非常的 minimal。 现在打算做一个火鸡肉末版的肉燥，然后准备了一些香菇、打碎的洋葱。洋葱丁给倒进来，再倒一些老抽，感觉有一点点苍白。开中小火，让它煮半个小时。这个荞麦面才放下去大概30秒吧，就已经快熟了，特别特别快。加一些酸萝卜点缀一下。Baby 可以开饭啦！小菜拼盘，然后又抓了一些肉松，好吃吗？好吃。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太做作了。很不错呀。不错，真的不错。你猜一下用的是什么肉？猪肉？不是。牛肉？不是。就牛肉啊。这肉是不是还可以？火鸡肉，而且是那种超瘦的火鸡肉，它的脂肪含量比猪肉糜和牛肉糜都会稍微低一点。这么做的话，其实挺滋润的，而且里面香菇就是很增加那个味觉的 texture。荞麦面加肉松，反正什么东西加肉松都好吃啊。嗯。I'm glad to hear that. Gotcha. Yeah. So what I want you to do is I want you to put one pillow between your knees so there's a little support between your legs. It's going to take pressure off your hips and pressure off the tailbone muscles. A pillow in front of you.
that just kind of rests between your arms. So you'll kind of cradle it loosely. Hello， 大家，我做完了新一次的整骨。今天的话，医生和我说要调整一下我的睡姿了。我刚刚去买了两个枕头，工具人上线，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睡姿哦。你先来猜一下这枕头多少钱？500。你有毒吗？再猜。100。20。再猜。10。再猜。5。再猜。3。4块钱。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以前的睡姿，我都是这么睡的。这样子的话，就是我整个盆骨都是弯的嘛。医生和我说的是，首先你要有一个枕头架住你的脖子，然后有一个枕头放在你的双腿中间，我们上面这只手呢就这样子搭在这个枕头上。大家都记住了吗？小 tips 分享。加一些优质的脂肪，给我们这个黑漆漆的乌冬稍微来点颜色，然后给三文鱼也来一点吧。再来一盘我们的小菜，你刚刚说这个看起来怎么样？看起来很好吃。还有呢？看起来很好吃。不错不错，久违又熟悉的味道，太好吃了。哎呀，完蛋！赶紧去洗啊，脱下来。好吧。我把浴巾也洗一下。我现在开吗？现在开吧。嗨，大家，又是丙夫的剃头时刻。我可以脱了上面是吗？你遮住遮住，你脱吧你脱吧，我到时候给你 P 一个 emoji 上去。这个好了。好，本期 vlog 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拜拜。